如佛今色身，妙相悉圆满，亦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智不退转。佛心则大慈悲事，以无缘慈摄诸众生，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佛告阿难：汝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闻说阿弥陀佛，执此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虽说定散两门之意，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诸佛大悲于苦者，心偏悯念常莫众生，是以劝归净土。亦如溺水之人，急需偏救，岸上之者何用计为？一者决定深信，自身先是罪恶生死凡夫，况且以来常莫常流转，无有处理之缘。二者决定深信，彼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摄受众生，无余无虑，成彼愿力，定得往生。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天人受天福尽，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虽复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飞翔飞飞享天，命中还堕三恶道中，无始生死中，夜往复世界，从天生地狱，从地狱生天。凡夫人天诸善，人天果报，若因若果，皆是颠倒，皆是虚伪，是故名为不始功德。印光大师也说，大家要晓得，仗自力修持，自有何种力？但是无始以来的业力。所以千生万劫难得解脱，仗阿弥陀佛的弘誓大愿力，自然一生成伴。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遍啊。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这一段经文是在大经，也就是无量寿经的发起序。发起序一部经在前面都有发起序，发起序是对之所以要说这一部经的这个发起因缘啊的这个说明。那么这一段经文在无量寿经的发起序就显示出这一部无量寿经是十方诸佛的本怀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段经文从文字上一看就很能清晰容易的了解。首先，如来以无尽大悲，这如来两个字从近的来讲是指释迦牟尼佛，从远的来讲是指十方三世一切佛，所以这里就说如来，没有指定是哪一尊佛，是涵盖十方三世所有诸佛如来。也就是说，如来也就是佛啦。佛为什么要出现在这个世间？
也就是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生于世。也就是说，佛他不随便出现在世间的，他出现在世间一定有个动机，有个目的。那么他出现在世间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所以出生于世的这个因啊。那么这里所说的是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是抱着这一种动机，抱着无尽的大悲敬爱三界的心啊，所以才出现在这世间的。也可以说，凡是佛出现在世间，都是悲悯哀怜三界的众生，无尽就无限啦，无量无边啦，无穷尽啦。大悲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就是无缘大慈，同理大悲。他的目的就是拔苦娱乐，拔除众生六道生死轮回之苦，给予成佛涅槃之乐，这个就是大悲的含义跟目的。大悲敬哀，敬哀就怜悯佛，以他无尽的大慈大悲的心，悲悯三界的众生。三界的众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众生，使得十方诸佛是抱着无尽大悲的心来悲悯这三界的众生呢？这一段经文啊，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一段经文是在《法华经》，这一段经文就显示出三界的无安。三界它不安全，它不安稳。为什么？释迦牟尼佛用火宅，火在燃烧的房子来形容三界。本来三界是包含欲界、色界、无色界，叫做三界。其中欲界是包含三恶道、地狱、恶鬼、畜生，还有人道、阿修罗道以及欲界天啊，欲界天，这是属于欲界啊。那么欲界有苦有乐，三恶道纯粹就是苦，地狱、恶鬼、畜生纯粹是苦，人道呢苦乐参半。那么阿修罗道呢也是苦乐参半，天道呢纯粹呢是享乐的，也就是欲界天纯粹是享乐的啊。这是从现象上来讲的，当然究竟上来讲，欲界都是苦。为什么呢？所谓的苦有三种，叫苦苦啊、坏苦、行苦。地狱、恶鬼、畜生本身是苦，叫做苦苦。我们人间有苦有乐，但是乐过了，乐过的痛苦就来了，这个叫做坏苦。从坏苦来讲的话呢，欲界天享受天乐，可是最后寿命尽了，要离开天界，或有堕于恶道、地狱、恶鬼、畜生，那这样岂不是就苦了？所以乐没有真正的乐，最后还是苦。因此说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众苦，很多的苦，在我们现身来讲，有所谓三苦、四苦、八苦啊，种种的苦。那如果没有离开六道轮回的话，像地狱的苦种类就非常的多，恶鬼畜生也一样。所以说众苦充满，
即使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天寿到了，还是堕落轮回，结局呢，还是苦一个字。所以三界，不管你躲到哪一个地方，欲界、色界、无色界，躲到哪一个地方，它都无安的，到处都充满了大火在燃烧。所以说，众苦充满，甚可怖畏，非常的让人家害怕、苦恼。那为什么呢？接下来就说，天人受天如镜，有五衰相现，或有堕于恶道之者，这《地藏经》所讲的，只要在六道轮回的话，就有寿命，有寿命，就有受尽的时候，除非是超越寿命、超越时间、永恒的存在，达到不生不死，否则的话，有寿命就有生就有死。那么天人受天福受尽了的时候，就会离开天界，就死亡。那天人的死亡呢，叫做五衰相现。有五种衰相，之后就死了，天寿就尽了，或有堕于恶道之者，那往往有堕于地狱恶鬼畜生，或者能够再生为人，但总之是避免，不能避免三恶道的，所以说或有堕于恶道之者。那这样呢，落差很大，本来一辈子很蛮长的时间都在享受欲界天的这个天乐，突然间寿命到了，要堕落恶道，要面对恶道，那真的是很难以接受。所以呢，天人受尽都是非常的痛苦的啊。我们寿命尽了，不晓得要到哪里去，还没有那么忧愁恐怖。可是天人他是有五种神通的，其中就是有一种宿命通，宿命通就晓得他下辈子要到哪里去。那如果下辈子还能够再度升天，那他就喜乐安稳。那如果要堕落人间，就会苦恼，要堕落三恶道，那苦中之苦就难以形容。所以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再接下来引用涅盘经，涅盘经就说，虽复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命中还堕三恶道中。虽然受梵天之身，梵天就是色界天的这个第一天啊，初禅天梵天王，要上升色界天，是必须要高于欲界天的功德。欲界天的功德是什么呢？是五戒十善圆满，才能上升欲界天。那至于色界天呢，还要加上禅定的功夫。禅定的功夫，也就是说，心当下没有妄想杂念，也没有贪嗔痴。欲界还有贪嗔痴，贪什么呢？贪吃、贪色、贪睡，那么色界天就没有这一些贪了。当然不是说彻底没有，是降伏啊。虽复得受梵天之身，乃至非想非非想天，非想非非想天是无色界的最高天，梵天是色界最初，那么非想非想天是无色界的最高，以这两个来涵盖当中啊。那么这一些天人命中还堕三恶道中，命中还会堕落地狱恶鬼畜生当中。那你说这个
苦不苦？如果以非想为想天来讲的话，他呢不但要五戒十善圆满，而且要四禅八定具足，才能升到非非想天。而非非想天是欲无色界的最高的境界，他的寿命是八万四千大劫啊，是很长的。可是只要有寿命，就再怎么长，总有等到你的一天啊。所以最后还是要堕落。为什么？因为这个三界六道是轮回的啊。那他已经到了最顶端了，一旦要离开的时候，没有更上面的让他去，就怎么样呢？当然就堕落下来了。因为这一期的果报已经享受完毕了，当然就要再堕落下来，接受过去世的这个业力啊。再来看《正法念处经》所讲的：无始生死中，业往复世界，从天生地狱，从地狱生天。也就是说，一切众生没有离开六道轮回的话呢，那么他在无穷尽的六道轮回当中，生生死死的过程当中，所造的业是无量无边的。复世界就是遍覆参千大千世界，因此呢，就会从天生地狱，或者是从地狱生天，或者是从地狱生恶鬼，从恶鬼生人间，从人间生天上，从人间呢又堕落畜生地狱。总之，六道轮回啊，轮回就是轮转来轮转去，总不离开这一个圈子，所以叫做轮回啊。除非是断的烦恼，贪嗔痴烦恼断除了，就能够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没有断除烦恼，都还在三界六道轮回，还在三界六道轮回，就有堕落地狱或者恶鬼或者畜生的时候。那么一旦堕落的话呢，那就是痛苦非常的大，而且时间非常的长啊。所以佛陀说，三界无安犹如佛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因此十方诸佛之所以出现世间，都抱着无穷尽的大悲心，深切的悲悯着三界的众生。这里讲如来无尽大悲尽哀三界，所以出现于世啊。光阐道教就讲经说法，像释迦牟尼佛啊，他在世的时候，所谓这个讲经啊，49年说法300余会，这就光阐道教。光阐道教也就是讲了3藏12部经。八万四千法门，各个宗派都归纳在光阐道教里面啊。那么目的呢，是要欲整济群蒙，会以真实之力，在这3藏12部经当中啊，目的就是为了整济群蒙。整济是什么意思呢？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救度。整济就救度啊，群蒙是指谁呢？指我们六道轮回的众生，受六道轮回之苦的众生啊。那么目的，佛出现在这世间的目的，虽然讲了八万四千法门，讲了各个宗派的教理，但他不是为了讲法而讲法，都是为了救度六道轮回之苦的众生，
会以真实之力，会就白白的给他叫做会，真实之力就成佛。世间都是虚假，只有佛才是真实。三界犹如佛宅，三界都虚假，都是烦恼，都是污秽，所以说五浊恶世。那么小圣的声闻缘觉也不究竟，菩萨还没有到达圆满的境界，所以无论菩萨声闻缘觉啊，乃至三界六道的众生都不是真实，都还在虚假的当中。宇宙人生的真实也就真理啦，只有一个，没有两个。那么在这里说，要救度轮回之苦的众生，给予成佛的利益，也就是说要让三界六道轮回的众生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同时让他获得成佛，让他断除贪嗔痴的烦恼，破除无明，到了成佛的境界。这个就是欲整济群盟，会以真实之力。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在《无量寿经》的发起序，就显示《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就是整句群盟会以真实之力的经，而这一部经是如来的本怀经，所以这一段文很清楚地显示出这一种含义啊，如来以无尽大悲经来三界，所以出生于世。这三句经文是在说如来出现世间的动机啊。光阐道教啊，这是讲如来一辈子说法；欲整群盟会真实之力，是在讲如来说法的目的。最终目的是要整聚群盟，会以真实之力。那么我们看三藏十二部经，能够救度我们啊，现在我们可以给我们成佛的经典是哪一部经呢？就在这一部《无量寿经》，不是在《法华经》，不是在《金刚经》。能言经、维摩诘经，不是在那一些经典，就在无量寿经。因为这一段经文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显示十方诸佛如来之所以出现世间，都是悲悯三界的痛苦众生，要拔除他们轮回之苦，给予成佛之乐的。这一段经文出现在《无量寿经》，显示《无量寿经》这一部经就是救度群盟的经典，就是给予成佛之力的这个经典啊。所以这一段经文也叫做《如来出世本怀文》，《无量寿经》也叫做《如来出世本怀经》。那无量寿经是在讲什么呢？讲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果，以及我们众生往生成佛的因果啊。首先讲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果，阿弥陀佛成佛的因是什么呢？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过度生死迷不解脱，一切恐惧会作大安。这段经文是阿弥陀佛在因地法藏菩萨的时代，还没有发四十八愿之前啊，他的悲心、他的动机，
他的悲心动机是什么呢？过度生死，过度也就救度的意思，过就越过、超越、脱离，叫做过度，就救度。要救度我们十方众生，处理六道的生死轮回，所以就过度生死，弥补解脱，让我们十方众生都能够解脱烦恼。什么烦恼呢？有贪嗔痴是烦恼，有见惑思惑是烦恼，有无明也是烦恼。那么阿弥陀佛呢，他就是要让我们十方众生都解脱这一些烦恼，根本上来讲就无明啦。又说一切恐惧为作大安，十方众生的恐惧都要让他消除，给他大安心，给他大满足，给他大快乐。那我们众生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还不是失业，但失业怕啊。那么老也怕，病也怕，死也怕，但最怕的就是死了还不是一了百了，死了还有六道轮回，还会像刚刚引用的经文，还会堕三恶道中，这个是我们最怕的。那么阿弥陀佛说，你不要怕，你来信我，靠我，念我的名号，就能够让你得到大安稳、大安心、大安乐，毫无恐惧啊！从现在一直到永远的未来，这就是阿弥陀佛的愿心。阿弥陀佛还说，令我于是速成正觉，拔出生死情苦之本。这他还没有发誓八大愿之前，就先表明说他呢要发愿，要修行，他要快速成佛，要拔出生死情苦之本，要拔除所有众生生死轮回痛苦的根本啊。论情苦之本，情苦就痛苦了。痛苦的根本在哪里呢？所谓惑业苦，我们现在是在六道轮回当中受六道轮回之苦啊，但这个是结果。因从哪里来呢？因从业，我们因为有六道轮回的业业力，才会有这样的苦果。那么这个业力从哪里来呢？从惑，惑就烦恼，根本就无明啊。有了这个无明，有了这个烦恼，才会去造作身口意的六道轮回的业，导致受六道轮回之苦，这个叫做惑业苦。那么阿弥陀佛他说要拔出生死情苦之本，要拔除我们的轮回，不让我们轮回，让我们离苦得乐，而且要从根本烦恼无明的根本拔除，让我们没有烦恼，没有无明。接下来拔人情苦生死根本，悉令诸佛平等觉经。这一段话，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的经文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呢经本不一样，也就是在无量平等觉经。那平等觉经跟大经，也就无量寿经，这两部经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翻译的人、翻译的时代不一样，因此文字上呢就不一样，但是内容都是一样。拔人情苦生死根本，悉令如佛啊。拔人情苦生死根本跟前面的拔诸生死情苦之本意思是一样的，悉令如佛，让我们快速成佛啊。这一段经文有多的悉令如佛，那本来阿弥陀佛
他的发心就是这样，不但要让我们离苦，离开六道轮回之苦，而且要我们得乐，获得成佛之乐。再来，三恶道中，地狱恶鬼畜生皆生我刹，受我法化，不久悉成佛。这段经文是在《无量寿庄严经》，《无量寿庄严经》跟《无量寿经》也是一样，内容一样，时代翻译还有文字不一样啊，这叫同本异义，哎，同本异义，内容是一样的。阿弥陀佛在还没有成佛之前啊，他就发愿说，无论三恶道中，地狱也好，恶鬼也好，畜生也好，啊，都要通通让他们往生极乐世界，受阿弥陀佛的教化，让他们很快的就通通成就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成佛啊。论三恶道的众生，地狱恶鬼畜生，他们没有智慧，他们不可能发心修行，尤其地狱的众生，分分秒秒都是在受苦，心心念念只有苦苦苦，不可能有时间来思考其他的，心心念念只有苦的感觉，这叫苦受。那么恶鬼呢，也时时刻刻受饥渴的痛苦。那么畜生呢，畜生种类就非常的多了啊，如果没有畜生作为我们家里面的宠物狗宠物猫啊，他也听不到佛法啊。但尽管如此，阿弥陀佛的愿心就是要让即使三恶道的众生也往生到他的极乐世界，这就显示往生极乐世界是全凭弥陀的悲心愿力，否则的话，地狱恶鬼畜生凭什么有会修行、有功德、有功夫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呢？接下来，轮回诸趣众生类，速生我刹，受快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啊，也是出在《无量寿庄严经》，也是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他的愿心、愿景的一种流露。他的愿心就是轮回诸趣众生类，六道轮回当中，不论轮回到三恶道，或者人道、阿修罗道、天道，天道是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速生我刹，受快乐，阿弥陀佛都呼唤着对方，呼唤他们要快点到极乐世界，少一天受苦，快一天成佛啊！速生我刹，我刹就指极乐世界，受快乐，只有到佛的境界才是真正的快乐，否则都还有不如意的这个地方啊！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阿鼻苦众生。阿弥陀佛的前身法藏菩萨的时代，还没有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呢，他就抱着一种慈悲的心，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说常运悲慈心，拔有情，拔也就救度拔除，有情就是众生，众生指六道轮回的众生，而且要度尽阿鼻苦众生啊，阿鼻苦众生就有两种，一种是过去生造的忤逆十二谤法，现在在阿鼻地狱受苦的众生，一种是现在在造作忤逆谤法，下辈子就会堕落阿鼻地狱的众生，不管已经堕落或现在在造作还没有堕落，
阿弥陀佛要通通把他们救到极乐世界。论阿比众生，他们只有造罪造恶，起心动念都是罪，都是恶，他们完全毫无修行的功德功夫，但阿弥陀佛也要让他们离开地狱，离开六道，往生极乐，快速成佛。这岂不显示出净土法门是在讲阿弥陀佛平等无条件的救度吗？又说，我于无量劫不为大师主，普济诸贫苦，是不等成等觉。也说，心或不堪常行施，广济贫穷免诸苦，利益世间死安乐，不成救世之法王啊。这里有救世之法王，也就是说，阿弥陀佛还没有成佛之前，他就发愿说，他要成为一个救世的法王，否则他就不成佛。阿弥陀佛现在已经成佛了，所以阿弥陀佛这一尊佛呢，他另外有一个名称，就是救世之法王啊。所以我们这一个法门是讲阿弥陀佛的救度，是救度的法门。刚刚我们的标题说，阿弥陀佛是以一句名号救度十方众生，根据在哪里呢？在这里，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至心信乐，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这一段经文就是阿弥陀佛发愿了，发了四十八大愿，其中一个根本的愿就第十八愿。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第十八愿的内容。第十八愿，阿弥陀佛就说，他不成佛便罢了，如果成佛的话呢，要使十方众生都能够自心信乐，也就是真正的相信啊，欲生我国，相信有极乐世界的永恒归宿，有阿弥陀佛的救度啊，乃至十念，乃至于临终才知道，才十念而已就断气了，也要让他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不能的话，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他就不成佛。所以这一条愿，第十八愿的内容是在讲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阿弥陀佛的所有功德都容纳在这一句名号当中，他的功德愿跟行成为一句名号，以这名号叫万德洪名，来给十方众生听闻，给十方众生相信，给十方众生称念，现生能够保平安，来生能够往极乐，乃至十念，就像上一节引用的陈龙潭老先生那样，这老先生一辈子没有皈依吃素，没有学佛念佛，没有行善积德，而且杀生多端，最后三年之间中风，躺在病床上受苦不堪啊，舌头都萎缩看不到了，不能讲话，居然临终的时候只是听闻佛号，当下就很殊胜的往生极乐，这个就乃至十念也能往生。那么阿弥陀佛以这乃至十念也能往生来涵盖所有的众生，临终才遇到乃至十念甚至一念都能够往生的，何况有哪个众生念佛而不能往生的呢？阿弥陀佛将他的四十八个大愿，将他造宅永劫修行的功德通通容纳成为一句名号，来使十方众生听闻，使十方众生信受，使十方众生称念，使十方众生往生极乐。所以接下来
说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究竟有不闻，是不成等觉啊。也就是说，这一段偈语涵盖阿弥陀佛的五劫思维的四十八大愿，照载永劫所积止的无量德行啊，通通都成为一句名号。所以说我自成佛道，名声超十方，他要以他的这一句名号来超越十方世界，使十方世界都能够听闻得到。如果有听不到的话，他就不成佛。现在他已经成佛了，可见呢，这一句名号就能够传遍十方世界。是不成等觉，这里的等觉叫做平等觉，就成佛的意思，跟等觉菩萨是不一样的。接下来庄严经也说，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我金色身妙相悉圆满，亦大悲心力出群贫。这也是阿弥陀佛啊，他发愿的时候所表白的。他说我若成正觉，我如果成佛的话，立名无量寿，我的名号要叫做无量寿，也就阿弥陀佛的意思了。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果有众生听到他的名号，但这个听包含相信，包含此后忆佛念佛，通通在这闻这一个字当中。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这样的话呢，通通要让他到极乐世界，如我金色身，跟他阿弥陀一样的金色之身，妙相悉圆满，跟阿弥陀一样的具足相好庄严，亦大悲心，也跟阿弥陀一样具足大慈大悲的心，利益诸群品，利益就救度，救度十方众生。接下来，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皆悉到彼国，自智不退转。这一句话，这一段经文是释迦牟尼佛解释阿弥陀佛的本愿的力量。释迦牟尼佛说，其佛就阿弥陀佛本愿的力量呢是什么呢？他的本愿有什么力量呢？有什么功能呢？是闻名欲往生，十方众生闻名听到阿弥陀佛的名号而愿生极乐世界，那么皆悉到彼国，就通通能够到极乐世界，不论是谁，自自不退转，就自自然然的从现在开始就进入不退转的境地。一句佛号让我们现身得到不退转，这里的不退转呢，就是等觉菩萨的意思啊，现身就能够跟等觉菩萨一样的同格啊，同样的资格。烦恼还没有断，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现在就不退转了，这个叫做凡夫菩萨格。这凡夫菩萨格是我们净土宗特有的现象名词，其他宗派是没有的啊。凡夫还没有断烦恼，就拥有等觉的资格。那其他宗派的修行必须断了烦恼，破了无明，到了五十一个阶位才能够进入等觉。所以净土宗的这个特色跟超越啊，是有很多的。那么这个不是我们的能力，这个都是阿弥陀的悲心愿力。在观无量寿经就说，佛心者大慈悲事，以无缘此色之众生。所谓佛心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大慈悲。大慈涵盖大悲，就无缘大慈同理大悲，目的就拔苦与乐。所以说以无缘此色之众生，以没有条件的爱心大慈悲，色就救度，救度十方众生。接下来观经也说，观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少，
那么阿弥陀佛以什么来救度众生呢？以光明名号来救度众生。所以说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凡是念佛的众生都在光明名号里面，被光明名号摄取不舍。这里的摄持啊，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现身，他保护我们，光明保护我们，那么临终光明接引我们到极乐世界。从现在我们念佛开始一直到命终，阿弥陀佛都不会舍弃我们。所以《观无量寿经》最后的结论啊是什么呢？经文说：“佛告阿难，汝好持誓语，持誓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到了最后，释迦牟尼佛特别告诉阿难尊者说：“你要好好念这一句话，念这一句话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啊。”所以《观无量寿经》很长的经文是在讲十三定观，还有三辅九品。可是最后释迦牟尼佛不流通十三定观跟三辅九品，是流通这一句名号。只有这一句名号，十方众生才能够做得到。十三定观我们做不到，三辅九品我们也做不来，只有念佛才做得来。那么十方诸佛出现世间，他要救度众生，那么刚好以名号来救度我们是最容易，我们做得到。以其他三学戒定慧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不能救度我们，包含十三种定观三辅九品都不能救度我们。那么可以说呢，观无量寿经他就是在说阿弥陀佛的名号救度众生，刚好跟无量寿经内涵是一样的。无量寿经也是在讲阿弥陀佛所有愿行成为一句名号救度众生。那么净土三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阿弥陀经是一部结论的经典，也就是说他在讲结论，他不在讲过程。过程法藏菩萨经过多久的时间发愿，多久的时间修行，修什么行啊，他不讲了啊。还有众生的根基，有九品的根基，有三福，有十三定观这样的这个根基，这个也不讲了。只有讲一个法门，一个根基，什么法门呢？阿弥陀经就说了：“闻说阿弥陀执此名号，若一日若七日一心不乱。”就只讲这一句名号，要我们来执持，跟前面观无量寿所讲的即是持无量寿佛名一样的意思，都持名，持名念佛。若一日七日，如果我们有一天的时间，乃至七天的时间，乃至七点的时间，乃至七十点的时间呢，都专一的念这一句名号，一心不乱。一者不二，不二就是专，不乱就不杂乱，也就是说有一心无二心的专一的不杂的来念这一句名号，就能够进入弥陀摄取的光明当中，现身弥陀保护，命中弥陀接引，往生成佛。所以善导大师啊，《观经四帖书》就做一个结论说：虽说定散两门之一忘我本愿一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也就是说，《观无量寿经》虽然很长的一段经文，在讲十三种定观的定散，以及三辅九品的散散啊，这两门的这个利益，可是呢，从阿弥陀佛本愿来看，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观经的意思，不是在众生修十三定观或修学三辅九品
而是意在众生，一向专称弥陀佛名啊。这样讲起来的话，净土三清最终的目的是一致的、一样的，也就是以一句名号救度十方众生。十方众生不论出家在家，不论善人恶人啊，不论是圣人凡夫，只要专一称认弥陀名号，那么圣人也好，凡夫也好，都平等的，出家也好，在家也好，也平等的，平等的以这一句名号的功德离开六道的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快速成佛。所以净土宗就在讲阿弥陀佛救度的这个法门是有他的理论根据的。那么今天这两节课呢，就专在讲这个理论跟事实，来证明净土宗是弥陀救度的法门。我们自公啊，不论出家在家，我们这一个法门都是阿弥陀佛的，我们这一个法门的信众都可以说呢，都是阿弥陀佛的自公。为什么？信仰的人也是部教的人，所以不论出家在家都是弥陀的自公啊，都要来宣扬阿弥陀佛的无条件的慈悲救度。因此希望我们这一期的志工首先先了解阿弥陀是怎么样的一尊佛，才能够贴切的来当阿弥陀佛的志工。最后祝愿大家信佛念佛得生极乐，谢谢大家。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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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